它可以用它的尾巴站着。我的鱼也在抖了，还没抖完了。再看看能不能救它。安安哦，我的豆豆，好像救不了了。我钓不到了。我的弓条断了。好像真的救不了他嘞。可是可爱的壁虎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好像真的救不了他。那就别救了。我怎么加这么多？这样你是嫉妒吗？我带去给你。没有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会怕壁虎哦？不是，我不会怕壁虎，我会怕蟑螂。那我送给你啊。不要。这很恶心。那你用你的生命来担保，用乐视来换吧。来刷存在感去上班，好，上班加油。乐视。他骗我，他刚动了一下，结果没有鱼。我靠，孤立我。我都忘记可以转视角，右键可以转视角。那个骨折的鱼，我真的救不了他。你就继续骨折吧。至少他立起来。我的鱼也骨折得很厉害。跟我那条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我可以看。它很明显的一节一节一节，快呀！它们怎么都拱墙了？三十秒，快掉，再一条，再一条，再一条，一条就好，我要求不多。好啊，就跟你玩啊，你就好了啊。我是该离开这个小圈圈，艾琳该走了，赌一把啊？没有。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也八条耶！哇哇，都这样，一千多，我是这样洗钱的、啊。那时候就是跳比跳数量，然后只掉一条，然后就只掉一条就挂网，是这样洗分的，洗钱呢、啊。你可以玩看那个啊，风暴模式啊。啊我已经开始了，等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下一场。哦，可是风暴模式的话，就逼人家走开啊。可是我们都还是在这个圈里面。我要在艾琳跟 Tina 中间。为什么要在我们两个中间？我要排一排，排一排，排一排。我抢你。哎、欸，看一下那个左右转视角，看能不能转到你们其他人。看不到啦，他说就试过了，没有印象，看不到啊。我跟你讲，以前我家还有更恐怖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跳蚤。这我倒是真的没有遇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怕不怕。就是很像被蚊子咬，但是就是你会痒。但是他的那不是他的那个羊是跟蚊子不一样，他一定会让你身上几个伤疤、嗯，很痛。我家外面有阳台，所以我知道有那个东西，很可怕。来慢慢玩哈，来垫垫你们了。现在有3000块了，可以买什么标卡？啊、这个有没有建议的钓竿？大概多少钱？红黄蓝搭的那个，
那就是我现在在用的，就是繁星钓竿。然后等一下去看多少钱？你一看你就会看到那个配色，完全就是繁星。对。你可以看我截的图啊，就是那个钓竿。0.0公斤。天哪，我们两个是讲好一起钓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重量还掉了一，重量还一样耶，鱼种还一样，是有点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名字很像。哎、欸，大大，第二条，两内姆汤。哇，那好像牛角面包哦。我发现我都在找影片。没有在看。好像有点晃。有欸。好小哦。你很好玩欸。31公克而已。拜托，我这才25。要点它还有点困难，太小了，点不到。秀秀，你是专钓布拉鱼吗？对啊。布拉鱼都不起来。这完全不用花费任何力气就钓起来。大大钓三条了。很烫哦。艾琳，我也才说好了吗？你们这样不是很好。我们两个鱼都一样，重量也一样。我是187耶，这个。它重量187，它是182。我的是182。我钓到在发呆了，完蛋了，我累了。那就这个过就关台啊。欸什么啦，有鱼钓欸欸。他钓这么大干嘛？又没差。浪费我时间。可是有钓到啊，你看我们浪费那么多时间都没钓到。对啊，你的鱼给我嘛。对啊，等一下你看哦，我就故意不那个。不捞冰，没有，你看湖面已经开始结冰了，然后的线就会被冰给勾住。可是我们没有从死的听啊，是舌头，是黄鳝。有没有看到结冰啦？很白了哦，我捞了。啊对哦，舌头不能讲话哦。哎、欸，告公维啊！我看不到 DC 哦，我看不到 DC 哦，你要在聊天室打字啊。舌头也是在酒吧。我可以说话啊。干，不会讲话哦。进来钓鱼啊，快点呐、啊！时间很久。你就等一下。现在还有8分钟。你搞不好一进来1分钟一条鱼就赢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才一条鱼哎、欸。为什么大家都钓到？哎、欸，钓这条都要吃我一个饵，讨厌！你是用有饵的哦？
杀了哦，刚不用加了。我平常也没在玩。杀了哦，之后要玩的时候会用到啊。之后要玩。你看像现在。我都用加了再钓。我这一场是用活饵，可是才钓到一条。我用活饵才钓到两条梅花鹿。我觉得在这张地图不适合用活饵，就是浅的那种。等我换钓竿，我们可以钓中鱼竿。啊！我要让自己假装那个看起来有很陡，就要一直在往旁边。大老板累了。嗯？没事。没事啊。我才想，我才要准备离开位置了，去拿我的东西吃。艾莉，怎么了？你安奈唔疼啊？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跟我？啊？五条了。我一样拿点，我很穷。六条了。六条了吗？六条吧。一，我这里就五条啊。三，他想送你。四，五，五条啊！我画面也只有五条啊。你才刚考完试，不要这样哦、喔！变笨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刚没有钓到鱼，我想说你刚刚干嘛叫我？刚刚钓到鱼的是反星呢。哦，舌头没有，我滚人怪怪的。没有，我刚往上滑，结果他往下滑，关我的事。哒哒哒哒哒。你掉那么多母汤了，还五条，你看看大大都掉几条了？你们两个差不多吧？他掉了六条了，五条，给他赢啊！人家新手哎、欸，让他买个钓竿嘛。他买了？不对，他应该是要买那个钻孔，应该没有没有钻孔，就帮他挖就好了。他要买翻新钓竿，因为我不知道翻新钓竿多少钱。等下最后三十秒去，不要你等下，你可以等下开场的时候先买，再下去钓。哪来的妈呀！ Okay. 哎、欸，他刚刚围斗骗我。他有时会骗。那、啊、他有出现鱼跑走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那真是被骗。我最重钓过几局的哦。
33吧。艾莉，完了。艾莉，嗯，贪啊。而且33的那条鱼是在这张地图钓的、啊。舌头很猛啊，它很小，还用舌头钓鱼耶、欸！我靠，感觉舌头痛痛的。一不小心会结冰。对，然后有一颗下哎、欸，好痛啊！就断掉了。哎呦，痛痛的，好痛啊！要么就拿热水浇舌头上面才能拿下，你看。然后还要被烫的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！我看那影片啊，整个被粘住，上面都是血。那个他就无聊，去舔那个电线杆，铁的电线杆。